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2月16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要恭喜呢射手座的朋友们，我们跟朋友之间的这种相聚互动，朋友给我们的关怀，让我们自己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感动。水瓶座的朋友们，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疲累都能够得到恢复，自己的身强体壮，精神也觉得非常的愉悦了。那双子座的朋友们呢，可能跟亲友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的紧密，然后相聚愉快，心情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星座呢，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，可能这段时间的活动非常的多，自己会有一点睡眠不足而感到疲累的情况，要多加留意。以及处女座的朋友们一样，因为这段期间的聚会太多，可能吃喝的比较过头了，有一些身材走样的情况发生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黄色。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蓝色。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金色。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。